到迷雾泡泡燃爆，那同时呢，也可以拿到我们 Hello Bubble。CD 来喽，来听 CD 来喽。来抬声喽。有一张海报。真好啊，对，几十，一张黑色的。还有一个白色的，还有一个这个，现在东西都一样吧。我刚刚发现它里面有两张哎。好，又是裸杯。这张又不一样，哇 ，Jenny， 哇，这样那张我是谁的？哦，终于有一张 Lisa 了。走回去，我可以拍一张这个吧，那这个是 Black Your Pink。山东真美啊，是一个盒子。里面 CD 怎么样？这哦，一个写真书。再一张，几十一张，卷你一张，贴纸一个，就留起来了。歌词，锁起来，几十一张。这一张，哇，四个都有，
锁起来这种。每一张都一样。看一下别张。下一张就是一样了，然后白色的，刚刚的一样，只是这个颜色不一样了。我的，这是这一张的 Lisa 比较多一点，收起来。有没有那个？这个就是月历。这一本是黑的，黑色风格。粉红色是粉红色，刚刚那是粉红色，这是黑色风格。走去，下一个，我换个黑色的看看。哦，我看到这一张里面没有鸡屎哦，但是我已经有很多，因为我有这么多了。看来这张的这一个才是特点，因为这一张这个多了这个，多了这个小卡，收起来。它这个 CD 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。对，他没有把它做一个凸起来，我自己粘一个，这很容易这样掉下来。看一下这照片，嗯，好，就这样吧。恭喜他们啦，有一个新专辑，希望我在下礼拜一能够买到演唱会的票。猜猜这是什么？哇哦！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 ，Lisa， 这是她的 solo。
噔噔噔噔，拿到了两张这个卡，耶！然后呢，就是打开一个，我两个月，我两个，应该是一样的东西，打开看看。这里面没有东西，就是这个卡夹，应该是吧？哦，应该是要给我放这两个的吧？哦，那这个跟这个一组啊，这个应该也是一样的，就不开了。来，这个哦，黄金，看起来有没有质感？精装本，另外一个是黑色的。非常的有质感，哦，它这个就做的比较好，它这个中间就有这一块，刚刚那个比较好收啊，哦。Put down speaker. Okay. Oh, 可爱。这张跟这张不一样。哦，收起来。看看这张是什么？我知道这个，跟这个这一样。哎，不一样。我以为跟这个一样，结果是不一样。哦，下一个。反面是这张，不错的，精致。收起来，歌词。哇，这个好近，这个真的不错。啦哩沙拉咪，啦哩沙拉咪。对，这样吧，臭死！我想压到你。哇！天哪，这很用心哦，你看，哦，它的侧边是这个，哦，两边都有，很美啊。想一下怎么把它收起来。是这样子，这四面都有字，你看，又是写 Lisa First Signal Album， 这是黑的，它这个是，
下面，因为这应该是差不多的东西吧。外置。这是黄色、金色，这样四边都有字。然后打开，没有后面这个。应该是他的 ND 的那个，来找出这个，跟刚刚没有重复哦，蛮好的。接下来现在一样是这个歌词，好 ，Dollar Bill，Dollar Bill， 看一下这张海报。就是它很有诚意哦，两面都可以贴在墙上，可以选，都很好。好，收起来，正面的正面，这超美的一张，就这样啦。拉里萨拉米，拉里萨拉米。收起来。